这间七号龙门是在下了桥不远处的 E-gate 那边，是一间中式餐厅。本来是想来吃北京烤鸭的，没有才吃这个烤鸡。头在那边，脚在这边就可以了。两个厕所洗澡和大号分开。哦。泳池旁边是桑拿房。和朋友来喝咖啡。据说这间是来自中国成都跟浩武咖啡的分店。这是店里新推出的花味的咖啡。店里的品牌以黑白为主，这次是粉色主题的皮肤，就有一些关于粉色的周边。每个角落都可以打卡，很出片，随便拍，随便好看。这就是四中华口味的咖啡。这些是店里的周边。
晚上来到这学校外的夜市。换个地方继续吃晚餐。这里吃，可以。猪肠鸡胗猪肚。又撑不住，撑的一点点。一点一点一点就很多了哈，两个人吃的哈，不一个人吃不完。一个单，好，找个位置坐，送过去。好的。这卤味真的够味道。吃饱后来杯茶。早上起来享受一下这个。听说这间店的北京烤鸭皮很溜。